三角地带的下面，因为德州就是三个城市是一个三角。所以该不会你要去休斯顿了吧？我不知道，还没有名目，但是就是唯一有机会、哦、有机会的。我是希望他来陪我。好了，去陪他了。那你们之后再一起搬去其他地方。我很喜欢米尔瓦基，我们超喜欢，我更不想走。可是这里公路不好找。这，因为毕竟米尔瓦基其实比较不算是你们的就科系的产业，米尔瓦基还是比较农业，我觉得或者是传统制造业，对传统制造业有点像传产的感觉比较多。那当然也有其他的，就是因为毕竟米尔瓦基是美国第三十四还是三十八大。城市，所以其实城市规模是有啊，只是我觉得，产业的形态还是不太一样。对，因为我那天就要问他说，就是你要什么时候要有交通可以去西雅图，就是连这种。其实没有很远的，就是 Silver 离这里应该开车也有一个小时，可是我们这边到那边没有大众交通工具，就是开车。可是像这种 Silver 已经不算是那种小村庄了，但是他说在欧洲的话，就是到处这种很未发展的村庄是可以打车的，我觉得很好。美国就是要自驾，对吧？美国我觉得其实。很多地方都要自驾，你去的地方肯定就是有，但要更多自驾。休斯顿，我之前去休斯顿的时候是2018年的感恩节，然后我去找我爱他先生，就是一个敬老先生这样子，然后就发现说去哪就是都要他载，就真的好像不太有那种交通工具的感觉。你有这种感觉吗？怎么去的？那所以你这是移动还是怎么样？同事。所以你已经见到你同事？见到了。哦，你同事是哪方的？中国人。哦，中国。OK， 中国人。你的公司的老板是台湾人？对。所以你公司是在做什么？做半导体前段制程。半导体。OK。然后员工是算是华人居多还是美国人？华人居多。但产线里面白人蛮多的。OK。感觉好像产线，我以为是反过来，就是产线，然后华人比较多，然后对，结果是工程师华人比较多。哦，那这样工程师哦，那所以你知道他们就是工作的，比如说有固定工作时间吗？还是或者是你可以灵活？不行灵活，但工作时间就是表定就是9点到6点，早9点到6点，但通常都有一个加班。因为要配合两种时间，看来对。富士康其实也是这样，就是他们之前中原就是有一些学生在那个富士康，然后他们就有提到蛮长这样晚上加班。我觉得好像跟你亚洲有做生意的好都一样，但其实也不一定是亚洲公司的感觉。感觉第一个可以先来聊一下大家的求学背景，就我其实好像。我觉得来之后一直没有好好了解过大家的，就是怎么样子到这里念书的故事这样子。就是比如说你们大学是念像你在这边是念工业工程，然后他是念材料，但是我觉得 UW 念材料是比较不一定前面的代工是一样，因为我们这边就只有材料，就没有化工这样子。所以你的大学是念什么？一样是工业工程，也是工业工程，然后研究生工业工程，所以就是一路工业工程。那你 OK？ 那我觉得蛮有趣。那你是怎么决定要选那个工业工程？其实我没特别选我那时候是你家里有人做工业工程才知道工业工程。那时候繁星，我是繁星上中原的，然后其实工业工程不是我第一志愿， okay. 工业工程已经是我最后一个志愿，就是保底，因为我也不知道工业工程在干嘛。OK。然后后来就前面都没想到，然后就进去，所以其实我也进去之后才知道工业工程在学什么。那你前面有填哪些资源？前面有填，就是除了工业工程关系，化工、建筑，所以你差点同一个系啊。什么电子系都有填，都有填。
较多人会选择。对，哦是哦，因为工业工程就是正常高中生根本不会去了解工业工程。我觉得很难吧，就是高中生如果要知道工业工程，可能要家里有背景，或者是他是念专科，然后是哪个科这样子。对，不然感觉蛮难。不然大家应该都只会知道从电子系、电机系。搞不好电子可能也不太清楚，好像都只有电机比较大的名头。那你这样子选，你也是蛮刚好，就是你选到感觉就是你的兴趣，之后才一直走这样子。我觉得也不是兴趣，就只是刚好觉得不排斥，不排斥，然后念得下去，念得下去，对。所以念得下去代表说，就是有时候会觉得有趣，也没有，就是还可以啦，还可以，工业工程。所以哇，这样子蛮有趣的，就是然后读研究生，那你呢？你那时候大学也是念跟研究生一样吗？我大学是念化工材料，就是台湾的大学通常也没有通常，就是会有化工跟材料合并，但是我在美国都没有看。就是好像是，我觉得美国分的比较细。对，美国的科系好像会分比较细，它不会合并这么一个大系，它会就是比较细，说是你是很，它连材料可能都会分。哦，材料然后可能分出很高分子。对对对，也好像也有高分子系。对，只是哦，对，因为那种通常在台湾的时候是研究所可能分的系，对，大学没有。因为我觉得台湾感觉是那种就业比较集中，所以可能念工程相关的都可以找类似的工作，就不会分那么细。可是，在美国就比较不一样。我之前念大学的时候也是，我们学校也只有化工材料，就也没有分开。对，我觉得这是台湾的那个就是一个趋势啊，就是化工材料都合在一起。我是在美国找工作的时候，我才发现，因为不是我们都要填大学读什么科系嘛，但是我都找不到化工材料这个，所以你就要选一个。我就只选化工，因为我在美国念的是材料。哦，对对对对。所以我就显示说，那我在台湾念的是化工，可能我也有化工相关背景。嗯。哦，所以找工作的时候，他就是不是直接看你履历，但他那时候也有讲一些。背景调查这样子。找工作的话，就是通常透过一些领地的或领地那种平台，但是有一些工作是会领到公司的网站，那公司网站就是以它的界面去填，所以它有时候基本上都会问，就是你大学科系，然后一些个人问题。然后所以等于说你就大学念的化工材料，然后研究所就去训练。对，研究所也是化工材料，然后 UW 也是念材料。所以你觉得化工材料你念之后，就是有算是喜欢才会去念研究所同一个吗？超级不喜欢。超级不喜欢。对，因为我觉得很难，然后专业科目很多。但是大学念了就觉得要把它念完，对，然后，因为我们有点就是主科蛮多的，所以要考转学考的话，等于说你只能完全放弃原本读的东西，然后专心准备转学考，因为转学考也不容易考。对，我觉得转学考其实蛮难，因为你要考对方的科系科。对，所以你就等于说，那如果你没有考上转学考，你还要再回来补这些，我不敢这样做。所以我有想要转学，可是转系转学，但是反正后来还是继续把化工这科念完这样。然后研究所的部分是因为刚好我那时候是有考研究所，可是因为我没有选择考化工的，是因为我们要考的专业科目很多，然后加上每一间研究所看的科目是不一样，所以基本上要准备九个科目，这么多。对，然后每一个考试考全考了。对，就是如果你要考研究所，然后看他们都是泡写那个图书馆泡整天。对，然后我就直接放弃，然后我是考生科的，就是，但是刚好我朋友有跟我讲说，长庚大学化工系不用考试，只要面试。
所以我就也是有点无感。那面试他要考英文吗？因为我之前在中兴大学是教书面，然后考英文，就是我那时候我那时候申请的是生理工程这个系，然后他英文有面试啊？好像没有。对，可能就是英文加背审。我的是书面跟面试。OK。教成绩大。我觉得面试还蛮不一样。对，就是 OK。然后所以后来就是你在申请研究所的时候，其实也是都是申请化工材料。那考试的都是考生科相关。考生科相关。对，然后生科相关的也有录取线，然后长庚也有录取。但是因为我是这样想，就是因为生科相关的在台湾，不是都说什么念生科医生科吗？对，所以就觉得在台湾可能会比较难找工作。然后加上长庚大学是一录取线，他就有写说录取长庚三大好处，然后有一个就是可以来双联。然后我想说，那既然化工又比生科好找工作，然后我如果读长庚化工又可以来美国，就是有另外一个硕士学位，那就一定是比选择生科的那一个更好，就路比较广。对对对，所以后来还是选择。所以你考之前就知道有双联这个东西吗？不知道，但是他就是在录取信上面就有提到说有这个机会，这样。对，因为通常一般的学校不太会，通常一般学校都是你要去国际处，然后看什么姐妹校啊，对对对，交换什么的。对，然后长庚是直接在录取信又多一张纸，然后直接写说录取好处的。对对对对，然后有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觉得，那既然他都敢写，那一定是代表说有就在推广。对，就不会说很难申请，或是名额只有一位那种。对，因为我就是觉得蛮想出面试，然后刚好有这机会，想说那蛮好，就选他。我觉得蛮好的，我觉得就是，但你来的时候应该算是，因为我之前不曾遇过就是长庚，就是面试对来，就是我有遇过长庚的，可是长庚是就是工大传之前龚老师之前的那个系，就是都是公共所，应该是公共所。他们是在长庚是工商管理，对对对对，比较管理学类。对对对对，有来了一届的学生啊，一届吗？我想看，可能一两届、哦。对，可能是2019年之后就没有了。就是这几年没有，有可能是搞不好龚老师之后也不在那个学校之类的。对对，然后对啊，然后长庚的对啊，你那个系我没有。你那时候申请的时候有其他同学在申请，还是就刚好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有发现念化工系的同学不太会想出国。哦，因为他们可以直接在台湾找工作。对，他们就觉得为什么要，我想要赶快毕业去工作。哦。除非你特别有一个什么向往，我觉得才会比较会。所以原本就有美国梦，还是只是出国，但没有一定要美国。只是出国没有要美国，但美国也蛮好的。你有其他国家吗？就可以。对对对，就是想，我觉得去大的国家吧。然后，你那时候想过去欧洲吗？有，那时候长庚还有什么波兰？哦，波兰。然后想说波兰。你如果去波兰的话，现在就离那个战区最近。对，因为他就是因为没有人要去，然后他就说你只要雅思考到高多少、就可以去，然后保证你可以学会波兰语什么。然后想想。还是别搞波兰语，好像学会了都可以搞。我觉得波兰语应该不常用，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很怕雅思考不过、来这里，然后我就开始想东想西，对，然后后来想算了，别搞，还是好好准备雅思。因为想说来不了这里的话，还是我去波兰，反正有在搞。那时候就有看到，波兰其实也有一些蛮有名的学校，但是他没有学位，就是他就是。让你然后去念一年波兰。OK， 我是知道台湾很多人去波兰念医感。哦，波波。波波对，波波对对，然后回来就卡位的。西波波。对啊。西班牙。有西班牙也有吗？有。西班牙也蛮多的。哦 ，OK。
小曼是那时候就是你是大学跟研究所都在中原吗？对。那所以你留在中原原因是因为这个部分吗？对。就是来美国之后，然后你有没有觉得说，就因为你有来过美国，就是打工度假，但是其实是去 South Dakota 是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小曼呢之前没有来过美国，那你觉得说？就可能在电影啊，或什么都会看到，或者是自己想象。你觉得，来美国，但是我觉得每个地方不一样。就比如说你挖，你觉得来了之后，你觉得跟想象差很多，或者是，当下很喜欢，还是当下就觉得有什么很像之类的？你觉得？我觉得像应该是电打烊不完的吧。哦，电影哦，对对对对。第一次看到。就浪费电影。就是因为刚来的时候发现灯还开，就以为它还开着，对对对对，就不会以为它是关了，但后来就习惯了。OK。生活上我觉得还好。你们有觉得，就是因为不一样的国家，你有觉得说来的时候可能有什么比较大的挑战，生活上会比较不习惯或者是困扰的事情？挑战，或是也不一定挑战，你也可以是。相反，就是有什么是特别喜欢的这样子这样一个？特别喜欢的，我觉得应该是，像我自己啊，就是可能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来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最 shock 的地方是因为我是冬天来的，然后我那时候来就是很冷的时候，然后所以是我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刚出机场的时候。他那时候显示-13，然后我想说啊，只不过是个数字嘛，就是应该还好吧。然后结果出去之后发现，真的不行，真的太冷了。然后所以我那时候第一个 shock 是那个，然后但是我那时候第一个也觉得很开心的部分是，因为我那时候飞机要降落的时候，下面就整片白色的这样子，然后所以就还蛮因为在台湾也没有机会看到雪，所以就会觉得说蛮好的。然后刚来的时候，我觉得比较。对我自己来说，可能比较大的挑战可能是上课的老师语速吧。我觉得，对，我自己部分可能是这样子，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感觉。我觉得喜欢的应该是不用太在意别人眼光吧，因为在台湾的时候，就是大家，如果你跟大家不一样，大家就会觉得你很怪，就是会。你也只穿着吗？就是不用在意别人眼光部分，还是觉得都有。穿着，或者是还是你是做事，或者怎么样？我觉得你可以就你可以展现自己原本的面貌这样子。对，这个倒是蛮好的，我觉得是。我觉得美国感觉怎么讲，就是怪人比较多吗？还是就是他们对人的容忍力比较高这样子？可能种族比较多吧。种啊，也是，我觉得也是种族比较多。我觉得是这个应该蛮重要，蛮切重要的，做自己。汪达，你觉得做自己这一点有什么？做自己有所感吗？还是你感觉到是？就是你也不会太怪，你再怎么样怪，别人会更怪，因为这里超不怪的。我觉得光那个OK 啊，你觉得哪一种怪人是？你觉得这个？就是他头发都染粉红色，然后我觉得这不够怪。我觉得不习惯是那个耳环，然后超大的。对，就是他们其实更愿意。怪，所以我们再怎么怪都不会比过他们，所以我们都叫刚好而已。我们太老手这样子。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你想怎样就怎样，所以也没有人不管。然后这边也没有一些原本的同侪呀，就是家里的呀，所以真的就是做任何决定都是自己想好就好了。对对对。所以可以不用顾虑这么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在这里。对，因为我们其实，在台湾，也不是说跟家人感情不好，或是跟同学感情不好，但是其实，在台湾就是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说 peer pressure 或者是 family pressure 这样子。对，就是，你会知道他们会希望你怎么样，但是他们没有说出来你应该怎么样，但是他会让你有这种感觉。但是你人在外面，你只要对自己负责就好，你做这件事情。
对得起自己，我觉得就没有人会再多说些什么。嗯，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做自己的部分。嗯，我觉得你们都还蛮努力的，所以应该来美国应该会觉得比较自在，就是对，就反而是比较自在，不会像大家说很想家。OK， 对啊，因为有一些如果他可能也许是常常需要依靠别人的人，可能就来美国会觉得非常的 homesick。或者是可能觉得很挫折之类的，我觉得，但我觉得还好。我觉得你们就是去年秋天来的学生，我觉得你们这一届吧，就是大部分，然后就是蛮有生活想法的。嗯，生活想法。生活想法就是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以外，然后你们会比如说自己去交朋友啊，然后还是自己去一些小旅游啊，然后或者是就是。任何生活上的事，感觉你们都可以自己就是解决这样子。我觉得这可能很大部分是因为我们有伴，就是我们去年来很多人，哦，所以大家有一个，所以你们其实你们都互相崩溃，是不是？只是我没有看到这样。也没有啊，就是有伴可以一起出去玩。我觉得蛮好，我觉得大家就是来，就是虽然说中原比较多学生啊，然后。可能唱歌就刚好你这些这个能力，但大家住在宿舍，感觉就是会大家常常会见面，然后就可能感情比较好，这样一起出去玩什么。就我觉得你们中原来的之前就大家都认识，还是其实大家其实不太熟的。我跟庄杰还有梅姐是我们知道对方，但是没有到很熟。但是玉姐算是跟你不同系。不同系啊，对，你们都公公，对，嗯。然后跟小胖我一直都不认识，我才知道。那他们两个算是大年纪？那我，你说谁装玉姐？对，他们跟同系。OK， 对，我想说，因为你是识，他们两个应该不是你那种吧？私家的家。嗯，没你好像是。我没你识，我跟。对，我感觉好像。对以往来说，就中原来的学生，好像通常在台湾，即便可能知道对方，但是其实是不是会没有那么熟，就可能是来这边之后更熟这样子。对啊，我就一起出去玩，然后是蛮好的。然后大家住在一起，可能就是平常可能会吃饭会一起啊，就是去什么活动一起。我觉得主要也是我们 Milwaukee。要说有改变，台湾学生经验没有太多，一直到目前为止，但今年秋天感觉又暴增一番的感觉。那今年秋天，我目前了解是有大学生，我想可能你去就不认识，就是因为大学生就今年才大三，所以应该不认识。然后他大三就来实习的，然后今年中原的硕士好像听说有八。然后所以光中原今年就已经快30个人，就感觉还蛮可观的数字。是刚刚你们可能应该不会太大，但你们有在美国吗？就是他们会问你问题，就是新的学生。没有，因为其实我也还没有收到任何人，但感觉好像他们应该可能没有问题。讲的在美国的挑战，然后喜欢的事情，然后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们觉得就现在到现在也是快一年了，然后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们觉得如果重来一次的话你可以把它做更好，或者是想你会想要改变的事情，可能也不一定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比较算是也许可能去 email 给你参考，又可能是你们之前求学阶段有很多东西你会想要改变，然后让你现在在美国，也许你后续的发展就会有帮助这样子，或者是你可以说，因为你们都完全是完成学位，那如果当初知道这个东西，也许在求学这一年当中可能会就会更好的东西，这样有想到任何东西？有，我想到，就是。我觉得选课
的课，或是你觉得对工作有帮助的课？因为我那时候跟我指导教授讨论的时候，他是几乎是希望我可以选他教的课。我觉得好痛苦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我也觉得蛮好，因为老师我们老师也蛮好，然后也都会给一些蛮高的分数。但是我找工作之后就觉得说，我当初应该要选一些，因为我目前找的工作可能是制程工程师，但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在美国科系真的都分蛮细的，所以材料或是化工比较不会走制程，但在台湾是走制程，所以我应该去修一些像他们系的课这种，因为像工工系他们就是完全就是走制程，那他们有一些会的软体或是学过的课程，基本上都是工作职缺上面会写说需要，所以说如果我有修过那些课，那即使我不是那个系的，但是我有学过的话，我觉得找到工作的，对，我觉得应该会比较好。但是可能我去修的话，相对来说成绩也不会那么好，比较好，或是会比较吃力，但是可能但你以上就是有人科目修过的就是，所以其实找工作他们有在意你修过什么课这样子吗？我觉得有，因为我在面试的时候，然后因为你是一张白纸，也没有工作经验，所以面试官一定就是以在校经验去问问题。那我在面试的时候就会说，就是会列出说我修过什么课程，然后我列出的每一个，他都叫我把每一堂课全部讲出来，说你这堂课学什么，这堂课在教什么，那你学习到什么，到什么应用，用什么方法，这样。然后那天面试的时候，大概就讲了十个科目，我这样大概三分钟。所以我觉得公司还是会很在意你在学校修什么课程，因为他知道你有那些知识，对。对啊，因为你可能如果有研究室，他可以问你研究室在职，但如果没有的话，他可能就只能修课或研究经验这样子。OK。对，我觉得可能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感觉应该会这样吧。如果第二份，他可能就会问你前一份工作经验、经历这样子。你也有遇到吗？就在找工作的时候，然后对，可能你在也许找到你去填资料的时候，他就或者是。那个整个过程对方有问到，就是通常会问技能，或是有一些会是问答题，说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技能，但是那些技能其实都是类似，就是都是那些，不可能，你就会大概知道说，其实这些课应该蛮重要的。所以我觉得选课的话，可以先去看一下你想要的工作，需要什么技能。OK， 所以等于说。如果你提早决定好要进业界的话，可能就可以提前看看工作，然后那个工作可能需要什么技能，就可以决定要先修哪些课程这样子。对，我觉得这一点蛮好的。我觉得蛮好的，就是确实因为他在找工作的时候可能就来不及那些课这样子，可能就只能大概就没有什么课去找那些工作。那就是除了这个以外，你们有就是觉得给学弟妹的留学的任何建议，有想到吗？比如说你自己的读本什么，留学任何建议，或者自己之前可能走的冤枉路啊，或者刚我觉得刚那个很好啊，就是修课的部分。然后你们有想到其他的吗？就除了修课之外，有想到？我觉得建议应该是，就是你在这里不知道，勇敢问，你有问就要问，或者是你不知道就要问，就是不要觉得，因为像在台湾，很多流程都是可能行政单位，他就会给你一张表格，然后告诉你所有的流程，然后你每一步你都知道你这一件事情做完，下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对。但是在这里不是，在这里就是可能要自己去问，然后才会知道说，那我下一步要做什么。他不会一次就跟你说你要干嘛，你要自己去找资料，是干嘛？主动就是可能主动积极的问，或者是就是表现你争取，
有争取，对对对，争取了。我觉得美国确实是文化，因为你如果没有讲或者是什么，别人就觉得说啊，你可能没有要帮忙，或者是没有问题这样子。但在台湾的话，你可能会期待说默默的做，可能也会来拯救你这样子。对，我忘记除了冷一点，没有其他缺点。我觉得是很容易。除了冷，没有缺点，而且这里人都很好，然后这里夏天又不太热，而且其实也吃得到中餐，所以就是那些什么中餐根本吸引不了我，他们就一直拿。欸，我觉得很高兴听到你们这样讲，我觉得以前都没有学生这样讲，我都觉得说只有我自己这样认为。是吗？以前的学生感觉就是想逃离这里，对，想要离开这里。可是像我之前都没有很喜欢加州，然后这次春假去还是觉得还好啊，就是不太知道大家喜欢。加州，你这次春假去加州去哪里？LA 吗？对。OK， 我没有去过 LA， 所以我不太去知道。但我觉得。如果对啊，觉得可能也还好，就是就是这边有，我不需要住在超大城市里面，但是这边也算便利啊。我觉得这里已经便利，然后发展够了，对啊，算 OK 了。但是很多人就会一直说，对，是乡下，对。我觉得这里比较像高雄嘛，就是那种发展程度。台中吧，有到台中吗？我觉得没有到台中，高雄我讨厌哎。好，我们高雄比喻 OK， 那台南是不是？可是台我们这里交通比台南方便，你有觉得吗？你觉得台南港公车真的应该不行吗？那应该高雄吧，高雄更大。我们的高雄它的台中，因为我台中人，所以我是觉得应该好像没有到，因为我会觉得台中比较像芝加哥，就那种走在路上都一直遇到人这样。桃园啊，桃园是，因为桃园没有捷运，还没改。那我觉得是桃园。桃园就是我对桃园不熟，所以是比较像桃园这样子。对 ，OK， 就是该有的都有，该有的都有。然后离市区又很近，又蛮近，离台北又很近，但是又不是叫超市区。嗯，然后应该是桃园吧，桃园就是 OK， 了解，不错不错。或宜兰，宜兰，那可以吗？我觉得会那样讲的人是他们没有真的去过郊区吧？像我之前去总统山，那才叫不郊区。对啊，我觉得美国太多比Milwaukee落后的地方。我来的时候我吓到，因为这里比我想象中的更繁华，繁人超多。就是旁边我也是酒吧，因为我也吓到。我之前其实觉得啊，Milwaukee应该是一个很乡下的，因为没听过。对，没听过，然后就来怎么那么繁荣？对啊，吓到。而且我那时候来的时候，我还是先去西雅图。但我还是觉得这边是有一定程度的，这边城市，而且很宜居啊。就是不要说太冷之外，其他任何都蛮。就是一个很 chill 的城市、啊。对，就天气也很舒服。我上礼拜那一天就是39度。天啊！我热到说不出话，然后就反正整个人都心情超差，就有点搞不懂。我觉得热真的很难忍受。热哦，天哪！那种感觉就是暑假回台湾的感觉。对，哦，那感觉我们就可以接着来聊一下旅游啦，就旅游的部分。我觉得来美国之后旅游是，比如说你有特别喜欢的地方吗？还是就是蛮糟的那种感觉？我看我们大家都一致认同，休斯顿就是可能旅游 OK 啦，但是那个不适合居住，可能也许不适合居住。这个尤其是对交通上，我自己是蛮喜欢，我旅游过程是蛮喜欢的是西雅图，然后 DC， 还有波士顿还 OK 吧，波士顿可能还可以，然后但是没有到，如果跟米瓦里比，我可能是比较喜欢米瓦里，但米瓦里我觉得有点不公平，就是因为米瓦里是我住最久，芝加哥可能还不错，然后。其他好像还好，你觉得？我觉得冬天、春天推荐 Arizona。Arizona 真的还蛮不错，就是你说户外的那些景点是不是？就是那城市的让人感觉蛮好。然后，如果你春天、冬天去的话，那天气也不会太热。夏天我是听说很恐怖，真的热到不行。我觉得那肯定是比那个休斯顿还要热的。对，然后
因为之前就那个在那边的台湾学生就说他们那个看到新闻，然后还是我自己看的新闻，他就那个引擎大概是被烤肉的，被煎肉的，热到那种程度，真的觉得太夸张。但是那边就是市容啊，也是很干净，也是干净，然后是很特别啊，就是它给人感觉是那种度假感，对，就是很舒服，让人很舒服，然后很放松的地方，对，就是不会说超级都市，但又不会说超级不方便下不下的那种感觉。所以跟牛蛙比起来的话，你觉得有点像？我觉得是不同感觉，不同感觉。是，就是风景不同嘛，但是都是很 chill。对 ，OK。不知道那些来那个台积电工作的人有这种感觉？他们应该没有，他们应该没有，因为他们是在工作，加上他们会度过那里的夏天。哦，对，所以他们应该没有这种感觉。嗯，加上我们那时候是从纽瓦克飞过去啊，所以直接从一个超严酷的冬天到一个有点春天的感觉，所以心情也蛮好的。对 ，OK。就像现在这种天气，不是有一点像，有一点，就是微凉凉凉的，凉凉的，然后有时候又会有太阳，对，这样感觉不错。但是它的那个 Arizona 玩的话，都是就是那些国家公园嘛，对对对。但是国家公园是真的蛮美的，是会震撼的那种，就是你看到会吓到，就是你照片虽然都看，但是本人又是不同的感觉。哦。然后 road trip 的话，是沿路都是完全不同的风景，所以就不会觉得无聊。我觉得最精彩的是从 Arizona 开到 Vegas 那一段，就是我们直接经历了春夏秋冬。哦，是啊。那你不是那时候是几月去才春夏秋冬？三月。三月。哦。就是春假的时候。OK。感觉不错哎，就是那种景色，然后有季节。对，我们就是从 Arizona 玩了三天，然后开车到羚羊谷住一天，然后再从羚羊谷开到 Vegas， 中间有经过一点点犹他州，对，然后再到犹他感觉也是蛮好的，就是 Colorado 的那些景色，所以是都有经历到不同的景色这样，对，然后一下下雪，一下下雨，然后一下出发太阳。那时候下雪是经过哪里？已经在下雪？好像是有犹他，就是犹他，因为那边刚好很多山上。哦、，makes sense。哦，我其实有在想，就是以后如果有比较有时间的话，可能蛮想做一件事，是在美国搭火车，或是过境到别的州这样子。我听说蛮不错。我那天有看到 IG 有一个现实，他是从 LA 搭这种卧铺火车到西雅图。沿途的风景超漂亮。对啊，然后我之前有一个认识的人，他是从东岸，然后直接搭火车卧铺到西雅图，然后所以他就是这样，然后他会经过芝加哥，然后再上去去民宿的，然后过去他自己是讲说也是就是经过科罗拉多的时候最漂亮的这样子，然后再过去西雅这样子。那他会下车吗？还是会？会下车，就是你每到一个车站的时候可能会放风那种感觉。是吗？然后，但是不是让你待一天的那种？当然你要待一天，可能就是你自己规划的。对，你可能就要去接下一班车。但是，他如果你要这班车继续前进的话，你可能也许就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你可以出去一下，然后再回来这样子。对，就是买一套行程。对，我觉得可能不算是行程，可能他就是买那个车票一路到底这样子。哦。然后只是说，但是他可以让你说在这个地方休息下一班。对，可能也许是车与车之间接，就是刚好有时间这样子。反正就不是一直搭同一台车。对，不是，就是比如说，光东岸到这个我们美国中心部这边就要换车，芝加哥到纽瓦克到明尼苏达这些就都要换这样子。大概就只有芝加哥，应该是芝加哥到纽瓦克这段是同一台车了、啊，那其实到明尼苏达就肯定不是同一台车，因为这边。系统也会开到民宿的车。你们有觉得旅游过的城市是会想要，虽然说只是短暂的拜访，但是会想要住下来的？明尼苏达。不要说冬天的话，因为它冬天肯定是比我们冷。对。但是它繁荣程度超乎我想象。OK。就是它两个 city， twin city。对对对对。
珠大还不错、啊、然后我上次去宜珠大的时候去吃一个什么 tasty pot 一个小火锅，我们有吃吗？嗯，就觉得虽然是感觉是蛮贵的价钱，但是在美国看到就是要吃啊。对，就是那边感觉又比我们这里更发达。对，就是有的东西又更多。对，毕竟它的城市规模是比我们这么大。对，然后看起来也蛮多那种高级工作的那种感觉。哦，就是商务工作的感觉。所以不知道你们的工作可能找到明尼苏达吗？这就不一定，但它好像也有蛮多工厂。如果明尼苏达那种很冷门，然后按休斯顿这个冷，你要选哪？可是很冷很冷，其实开车上班。很危险，应该是蛮危险，可能要给 reward 吧。就是或是至少要可以搭车上班的城市嘛。搭车上班。就是假如说，如果我今天在下大雪，那我就选择搭车上班，那可能会比较方便。可是我觉得你只要会下雪，就是像威斯康星或明尼苏达的话，我觉得都没有办法避免到那种下重雪，然后又要上班的状况。对，感觉如果要避免那种，就是不能住在这种。但是这边的人都蛮能接受你下雪没来上班、哦，就像我下雪会停课一样。OK，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其实也不用担心民宿的、啊，就但是你答应不能，你就得问先预设好说公司下大雪就会让我 remote 这样。对，但是那等下大雪就那一阵子都在公司打帐篷这样子。可是我看民宿的、啊，它蛮多是大楼跟大楼间都有盖天气。哦，就可以走。他比较友善型的。我有听说那个明尼苏达那个大学的好像有那个地下通道，是那个冬天的时候可以在里面一直走就好了。哦，就是可以不用走到外面去。对对对对，可以在里面一直走这样子。那你就住公司附近。对啊，如果是下雪城市，我真的觉得我就是会就住公司附近吧。附近。对啊，或者是即便是不住公司附近的话，对啊，可是这样还是会遇到问题，对啊，可能还是。但是至少开车不需要开那么长途啊。感觉对啊，我觉得明尼苏达，然后你们是有去参观明尼苏达大学吗？有没有？我觉得很漂亮，给我的感觉啊，因为我有参观过斯坦福大学，我觉得跟斯坦福有点像。没有去过 Stanford 的校园是有点那个对称，然后它颜色就是跟明尼苏达大学那个里面的系馆颜色蛮像的。但是我是很喜欢有一些大学，它是有一个完整的大学城的感觉，就是它连附近大学周边的店都会是统一色系，或是然后会整排都挂那大学旗，就是会让你觉得很有那种大学城。所以你觉得明尼苏达大学算是这种？有，因为它是整排的建筑或是商家旁边都会有一个小小的旗子，他们那个 M， 然后几乎算同一色系。Harvard 也是这样的，就是、然后我觉得 MIT 不算厉害的学校是吧？像 Madison 也用这几个 ，Madison 也是，可能最后要 College Town 嘛。就是因为刚刚讲到这几个都是大学生。然后比如说像 MIT 这种在市区的学校，我觉得就不太算是我刚刚讲到这个。虽然说 MIT 的校园还不错，但是就蛮接近校园市区。然后波士顿大学也是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有去吗？对，然后波士顿大学也算是在，就是它就是一条路嘛。对。然后波士顿大学不错，就是在美国去旅游最多也会是去逛一些他们当地的大学。我也蛮喜欢逛大学，收集一些大学这样子。波士顿就可以逛到很多间了，明尼苏达呢就只有逛到，我上次去就只有逛到一个。嗯，我也是。我们去那刚刚罗德岛啊，布朗大学。哦，我要去布朗大学。它里面有点像哈佛，对， okay. 我觉得很像哈佛，但是它比较没有那个大学城的感觉。OK， 它校园大吗？我们没有认真走。都是太多上坡了，我受不了。加上它的建筑物是分散的，对 ，OK。而且我觉得很散，很散。Okay. 因为罗德岛其实没有很大，但是它就是某一区，然后就是这有一栋又是布朗大学，然后那里有一栋又是
所以我们不太知道他玩这条去哪里。哦，所以他没有一个明确的。对，因为如果是大学城的话，你就会可以很清楚这一区都是这个大学城。对。所以我们看不太出来这现在是哪里。对。嗯。我们就是走我们想去的地方。对。嗯。对，我觉得逛大学算是美国旅游的部分。对。所以如果不太喜欢这些活动的话，可能就会认真觉得美国很无聊。我觉得是。因为美国都是逛它的人文。对，因为没有台湾那种 shopping 行程，有啦，像芝加哥的可以 shopping。芝加哥、纽约。嗯，但是我觉得 shopping 很空虚啊，就是 shopping 可以，所以我蛮喜欢。应该说，你如果真的要 shopping 的话，你就特地找时间去 outlet 是哪里 shopping 就好，不需要是日常生活中排的行程。对。好，这个最后，旅游之后我们可以来聊一下，就是请小曼分享这个，就是当然你们都可以分享，就是找工作的整个过程这样，但是就是也许小曼目前可以分享比较完整的，就是找工作这部分，你觉得一开始是怎么样子开始找工作？我觉得哦，我找工作是当然就是先准备好履历，然后我是有去预约学校的。对，然后请他们看，对，看一下履历。但其实我觉得那个作用对我来说不太大，因为他给我的建议，我觉得没有很有建设性。就是他可能只是帮我改改文法，或者是错别字这样，就他没有给我真的很有建设性的建议。然后我就觉得还好。然后后来我就是请小虾帮我看哪里需要可以更好这样。然后反正就是。先把履历准备好，然后就在Indeed 跟 LinkedIn 上投履历，但是两个用起来我比较喜欢 LinkedIn， 因为 LinkedIn 太乱了，就是找工作或者找职缺或什么的，对我来说很不直觉。然后，所以我后来就选择大部分都是用 Indeed 投，但是我现在入选这些公司是我在 LinkedIn 上投的，是的，这些公司也是我就是误打误撞，也不算是海投的时候投的。这些公司是，我在滑 LinkedIn 那个首页，然后就滑，我就想说，有一间公司的照片里面全部是华人，是然后我就想说，我就好奇，因为在美国嘛，我就点进去，然后就发现他们总公司在德州，然后就去了解这间公司，然后发现老板是台湾人，然后在台湾有一个公司，所以你们这个公司算是它是 base 在美国这样子，然后最后才有。海外有个 branch， 然后到台湾的海信啊这样子，它是算 startup company 吗？我觉得，算吧，因为老板好像以前是哇塞大学教授，然后他是自己开这样子，对，然后因为产学合作，所以他就变成自己出来开一间公司。OK。然后，你说那个台湾老板是不是？对，那个台湾老板。然后，反正我就是在华，然后那我还跟他们公司去，反正我就想说有一个 I 的学合同。面试的过程，我觉得面试下来，我觉得自己准备一个 presentation 会更好。就是如果面试官问你说，那你现在可以什么两分钟自我介绍吗？那我觉得这时候就可以提出说，我有准备一个 PPT， 然后啊，可以看介绍，那就可以开始你的 presentation。因为你 PPT 上放的一定都是自己最熟悉的东西，那你报完人家也会针对你的 PPT。答得出来，但如果你没有准备这个 PPT 的话，大家就会问履历上的东西，但是履历上的东西就会很多很杂，很多我们自己不熟的东西，所以被问到的时候，可能你准备 PPT， 他们就可以 PPT， 他们就可以就你上面的就是去问这样子，就有点你掌控他们问的问题这样子。而且我觉得 PPT 有个好处就是你不会讲得很尬。就是空讲的时候，如果说啊，请你自我介绍，然后今天你就是单纯就这样子口头讲话，会有点感觉有点尴尬，或许我自己对，因为他会盯着你看，但如果我平常不会看你，对，对，大概就是这样。那你觉得你自己上面投履历和 LinkedIn 上面投履历有差很多吗？就是那个模式？我觉得如果不要连接到公司网站投的方式，我觉得。因为他，你只要有一份 resume 出去，他就会预设
两个是差不多，只是你在搜寻职缺的时候，我觉得才是那个差异，对，就是差异比较大。搜寻职缺的时候你比较推荐影帝，那这样他们两个投出去最后寄到的对象都是同样都到 HR 这样吗？还是其实就看他那个职缺列的连续连起来是谁呢？那你投的工作啊，比如说你影帝投或者是你影投，他们会用什么方式来联络你 ？Email 吗？还是会 ？Email。Okay. 通常都是 email。所以不会直接在影帝或者是 LinkedIn 上面回复这样子。我觉得 LinkedIn 蛮多会直接在 LinkedIn 上面，但影帝我目前都是从email 收到说。然后你就你说你那时候投完，然后LinkedIn 上面算是后来是谁来联络的？后来是那间公司的 HR 来联络，然后他就请我准备就是整个面试，然后就是接下来一连串，但是整个面试过程大概三个礼拜吧，从面试到拿到 offer 大概三到四个礼拜，三个多礼拜，所以我觉得。感觉那个是三个多礼拜，是说同的面试，还是说有不同的面试？然后就是这一间公司，一间公司这个从面试到拿到 offer 是三个多礼拜。嗯，这样你算是从开始找工作，然后大概多久找到这个工作？我其实很慢才开始找工作，我是春假回来才开始，对，才开始找，但是中间又停掉，所以如果说要开始认真找的话。就差不多一个多月，一个多月找到这份工作这样子，对，是蛮有效率的。算是没有，应该是运气比较幸运。我觉得刚好你找到适合你的，就有时候就是感觉的那个职缺刚好是适合你的背景这样子。那所以你拿到 offer 之后，然后会需要跟他谈那些吗？就是那个 package 怎么样这样子？会，应该是在你拿到 offer 前 ，HR 会打电话给你。就是跟你想谈一些细节，然后细节都谈好之后，他才会发 offer 给你。因为对，我因为那样子才是有含那些的东西在里面，这样子对。那你所以你要跟他开价吗？还是什么？是怎么做？其实我觉得第一份工作很难开价，因为第一份工作像我自己的经验是，那个 HR 就会直接说。我们已经根据你的教育背景，然后加上因为你前面有工作经验，所以我们就是给你多少钱，然后问你有没有意见，就是你有没有想要争取更多。但是当他这样问的时候，第一份工作一定我们根本不好意思的，也不是不好意思，就是我们没有没有筹码，对，我们没有东西可以跟他谈，所以我觉得第一份工作我觉得应该没办法谈，除非我同事有。然后可以跟他谈，说另一间公司可以合作。对对对。但我那时候就只有这一间，所以我就没有谈。然后就是你的薪资也在我预期范围，所以你是什么职位啊？你现在找到这个 IE 应该是会决定。哦，然后所以通常这个职位，然后在市场上他们是通过看价多少？我就是在那个 Glassdoor 上查德州的 IE 职位的平均薪资，就大概是7万2。哦，所以也其实也不差，就是觉得差不多，就是对，就是硕士主管差不多那个价钱。但那只是平均薪资，就是还是会有更低的，就是更低可能会要说4-5万那种。所以但至少你就没有开那个价钱给对，对，就是有在预期范围，然后加上我也只有这个 offer， 对，就只能接受。OK。不然就要开完，没有，不然就只是继续找而已。就对，就继续找，就继续找，对对对对对。但我觉得还好，就是如果以第一份工作的那个起薪，然后但我不知道休斯顿的消费就是物价怎么样。我觉得物价跟最差。我觉得物价通常都差不多，就是房租啊，房租到底贵多少这样子。像我自己是租
house， 就是跟别人分。我分是不是？然后我房东，房东是给我包水、包电、包网，然后也有给我家具，所以我也用自己带公司的床垫过去。然后一个月是700，然后有自己的独立卫浴。感觉蛮好的，你知道，因为这是牛蛙给价钱啊，而且还付那些东西。对，我觉得跟牛蛙差不多。OK， 那这样子感觉，因为你房租就1000以内，然后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存到蛮多钱的。就是在家的蛮吃公司便当，只要车子不要花钱。对，车子你是就是要分期，是不是？还是直接分我全期？OK， 直接，直接付清是可以你给我询价钱的，是不是？可以，就可以。贷款也可以。哦，贷款也可以，就是。哦 ，OK。嗯，对啊，我觉得，对啊，这样子应该至少，因为通常房租大概就不要超过你薪水一半的话，我觉得就是生活品质就会比较好。然后你现在听起来感觉你的房租也许可能占你的薪水可能1/4。就是我觉得应该可以，你可以运用的就比较多。弯道，你在找工作的时候也是投简历吗？对，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是比较晚投，我大概5月底才把履历改好，然后才开始找。然后会有就是你投之后就是会有处理，你们有遇到什么猎头啊？有，像刚刚你们讲的那个，我有在营地收到，就是也不是猎头，就是也有猎头，然后也有 HR 来找我，可是营地的那个回复就是系统它不是很好，就是有时候我有收到那个通知，但是它讯息不会跳很快，加上我回复了以后，就是 HR 也就没有再回复，就有2件东西。所以如果他没，我觉得如果他直接透过 email 或是手机号码联络你是最好，因为有一些会透过 email， 我就觉得那沟通效率没有那么好。但是我也是有直接丢我的电话跟 email 给他，但是后来就是无消无息。感觉可能还是要海投的感觉，是不是？就是那个他如果直接从上面回复我的讯息，很容易被洗掉。哦，对啊，嗯，对，而且应该很多太多人投进去。因为有时候有人投履历，他们还会在可能写一段话那种，所以他的讯息一定是很大，所以他不一定会看到我发了 up 的讯息。确实，你们接下来有什么？这是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想问问看，就是不一定说给那个学弟妹参考，只是我个人比较好奇，就是可能也许在美国短期或中长期的计划是什么？因为像之前那个小夏，他短期计划是找到房子，但是你已经找到了。短期计划啊？你的短期计划可能是通过试用期。通过试用期。我短期计划应该是适应休斯顿的天气吧。哦，真的，你现在去只会越来越热。我觉得我短期计划就是要让自己适应的，因为我现在非常排斥的，就是真的非常不想去，就是可能明显到连老板都看得出来，所以我觉得短期计划。你这样是不是其实不错？因为他如果就是希望你留下来，就会制造一些有趣的事情。但他不一定觉得有趣啊。那是觉得压力这样。那是我觉得有压力。OK。就是老板如果一直帮助你，就会很有压力。嗯。就会觉得那我是不是要替他很努力的工作？对。这样，但、对，就是会有压力。适应啊，对啊，适应一个新的城市啊，然后毕竟现在有牛蛙地可以当比较，所以就觉得，然后发掘看有什么修饰的美好的。你从太阳爽的地方过去，如果你从台湾过去，你就觉得很 OK， 你就觉得很我觉得是我觉得是哎、欸，我觉得好像是这样子。但是你已经就喜欢这种天气，凉快。那就喜欢这种城市的这种城市，因为地气。对，我已经被定型。所以短期。你有想说，等你适应之后你想要干嘛？适应之后看明年能不能抽 H1 吧。哦，有谈到这个吗？这次有。公司是会帮我抽 H1。
他可以帮你办理卡。offer 上没有写，但是老板说是 OK。OK 哦，那我要叫他自己帮你办理卡。H H Y 哪敢提啊？不敢提，都还没入职，不敢提。但是那时候 H Y 也是说，公司是有提供 H Y 这个赞助，但是能不能帮你申请，还是要看你的工作表现，就是你的老板愿不愿意帮你申请这样。你说申请绿卡还是申请 H1B？ 是 H1B 啊，看工作表现。对啊，所以拿绿卡就是要有重大贡献，肯定的吧？我猜，要不然就是特别他知道你要离职，不会帮你办绿卡。但我觉得你可以跟他讲，就是因为其实办 H1B 要付钱，他的绿卡差不多啊，但是办绿卡之后就要有。而且办绿卡短期内好像走不了，因为那个程序要走。对对对，因为大概年吧，可能两三年，目前可能一两年这样子，可能两年吧 ，average 会拿到这样子，所以可能就是至少会再帮你工作两年这样子。绿卡跟 H1B 价格是差不多，我自己的了解是大概都是几千块，大概可能六千。H1B 也不便宜。不便宜，不便宜，但是不是你自己讲这样，那是公司的。难怪大家都不 sponsor。对啊。据我所知，这里好像都不 sponsor。Wisconsin， 因为地方企业就。也许他可能觉得，我觉得一来可能也是没有那么多外国的员工，所以他没有这个需求。嗯、然后如果他为了你需要花这笔钱的话，那可能也许你在那边工作一阵子，然后他觉得哦你是一个很好的员工，他可能就是帮你办这样。可他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他就觉得不愿意花这个钱。那难怪大家都会转往大城市，因为他们比较有经验。对啊，或者是什么大公司，对，就是因为他很有经验，所以就知道也许学生就需要这些东西这样子。所以可能也许休斯顿会好一点，因为在办身份上面那边的外国人口比例这么多，然后尤其是台湾的人口。这感觉是中长期计划，踏稳步伐，踏稳步伐，对，然后对，然后再看最后怎样。这是 immigration gap， 这个每个留学的人都在玩。我真的觉得美国没有很友善，就是对于移民这件事情，因为要关卡太多，你只要一个关卡被刷掉都会谈。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没有超级希望拿到绿卡。来这里住一段时间的这个经验也是不错，也是蛮好的。我觉得就是有美国工作经验回去之后，应该比较就是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别人就知道你有工作经验，对，可能比较好交代。就是说我不是只去拿个学位就回来了这样子。好，那 Wanda 你有什么短期、中长期计划？短期当然是找到一个工作，对不对？对。先求有再求好，先求有的，我同意。对，有了就先去了。有了就先去了。休斯顿也要去。休斯顿也要去。肯定要。肯定要。他超级希望，他只要收到那个信，他只什么都没看，连公司都没看 ，TX 去。去。看到 TX。看到 TX 去。其他都没看，什么都没看，然后就这样，短期是找到，中期。我觉得中期可能不要讲说什么搬家那些，那肯定是要经历。对对对对。我就觉得可能要再让英文更好哎。哦，对。哦，对。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用的英文可能日常 OK， 读书也还可以，但是读书就只限我们的领域。对，聊天的时候是白话。对，就是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真的要。能够工作上的英文，那可能又是不一样的 level。所以，我是有听人家讲过说，就是我们先去台湾公司或华人公司也没有不好，就是先把自己英文练好，然后也增加自己的工作经验。那之后再去到一些可能美商，对，就是当地人开的公司，这样也不错。对，就可以，因为我们来双联。算是时间很短内就要完成学位，对啊对啊，所以比一般人来说，我们这种学术上的训练也会比较少，
所以其实也看得出来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就自己会觉得啦。嗯，我觉得也不用太担心啊，因为你会这样想，就是你来美国，你的也许你的口说能力是幼稚园程度，然后其实你只待了一年，所以这是很可以，就是你再待越久的时间就会越好这样子。但我觉得有这样想法也很好，就是你会知道说你生活上可能不要一直就是都活在中国舒适圈这样，你会可能想要交一些不管是美国还是非英语人士的，就是你只能用英文跟他沟通的朋友这样。我觉得久而久之就会进步。我们今天大概就是讨论这些啦，然后如果大家看这影片有问题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留言的话就可以问这个小马还有这个会有任何我们聊到问题这样，感觉可以留你们 email， 在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寄信给你们之类的，或者是我好像没有想更好的方式。email 是不是？还是有别的 email， 现在我们用 email 回复。如果工作之后应该不会收 email， 应该不会，或者是我再告诉你这样子，就是因为之前都会有人，就是你在给我他们联络方式，哦，对，有特定问题的话，嗯，你针对个人，对，可以，我觉得可以，就是因为你们不会看到留言，就是除非你们自己跑上去那个影片下面看，才会看到留言。所以也可以，我可以再告诉你这样子。对啊，就是你可以再转接我们的联络方式。嗯，不排斥。但是 email 我不知道会不会回。我也是。好啊，那就到时候有问题的话再看是那个什么谁问，会问谁这样子。对啊，我们可以回答。好，好，很好。今天我们就感觉什么都聊，就是聊那个聊很多，聊了非常多。好，那今天就到这里，拜拜。Ha ha ha.